尊敬的卢学长、会长，尊敬的各位武术界的朋友、老师、同仁们，大家晚上吉祥。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，来自世界各地武术界的前辈、同仁们相聚于此，关心印尼武祖拳的发展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这次非常荣幸能来到享有千岛之国之美誉的印尼，与在场的诸位前辈老师们共聚一堂，同欢盛举。我受国际蓝少林武祖拳联谊总会名誉主席周坤明老师，国际蓝少林武祖拳联谊总会现任主席，福建省蓝少林传文化促进会会长，泉州少林寺方丈禅定大和尚的委托，对此次盛会的召开致以美好的祝福，恭祝大会圆满成功，并祝福卢万定武术总会兴旺发达。蓝少林武祖拳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作为一个中外交流的文化载体，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。卢学长先生同周坤明老师于1989年同时出席菲律宾光汉国术总馆惊喜庆典活动，是国际蓝少林武祖拳联谊总会的发起人之一，多次到泉州出席联谊总会活动，贡献良多。相信此次归会的举办，定可再次展现武祖拳文化的强大生命力，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武祖拳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中来。作为一名武祖拳的传承学习者，我衷心希望通过更多类似归会这样的活动，将武祖拳文化传扬出去，让更多人学习武祖拳，认识武祖拳，从而喜欢热爱上武祖拳。也希望各位前辈同仁们，大家团结一致，共同努力，为弘扬武祖拳事业贡献力量，为持续推动武祖拳这一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，成为海外侨胞们维系故园的纽带，成为世界各国同仁以武会友的桥梁，为促进各国家、地区、城市的民间来往、文明互鉴、民心相通做出更大贡献。最后，衷心祝愿出席今天盛会的各位前辈、各位朋友、同门兄弟工作顺利、身体健康、六十吉祥、阖家幸福安康。感恩大家。